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，伊森已经打败了乡村三大贵族，现在村子里还剩下海森伯格的工厂。这个可恶的资本家究竟在怎样剥削丧尸？伊森能否就丧尸于水深火热之中呢？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我们继续来更新《生化危机8》的第六期了。上期视频呢，我们是打败了这个丑八怪 BOSS， 来到了风车里面存了个档。本期视频呢，我们要回村庄里面继续探索一下。我记得在出来之后，这边是直接回去的，但是另一边这边还有一条路啊，把我们之前拿到的曲柄可以安装在这个上面。好，这扇门就可以打开了。哎，这有乌鸦没打，这有房子。那这个地方是莫罗的实验室，我们已经把莫罗都打败了呀。这是人鱼宝球，哦，这个球的话等会儿可以回去玩玩具了。这玩意儿不是那个城堡里面的飞龙吗？手枪弹药，马格南弹药，为什么这边也会有飞龙？难道说这些人也是莫罗做实验搞出来的东西？还有一只呢？990块钱，这些都是移动的钱袋子，还趴在草堆里面。这儿狙击步枪弹药，这个房间我搜了吗？哎，等一下。手枪弹药，这边过不去，这上面可以走，这上面是去哪的？哦，原来有一个缆车，草药拿一下，那继续坐缆车吧。哦，那边锁住了，霰弹枪弹药，这有个洞，应该是从这儿钻进去。后面有东西吗？没有了。这里有什么？有个人在这里吃草。看来这边伙食不太好啊。米兰达妈妈给了我一个山，现在我可以做多多的 N 次实验了。这里是我的特别秘密实验室，我今天做了3个 N 次实验，可是那些人都破了，乱糟糟的。我把 N 次放进去，然后又用针把狼血打进了骨髓里。那个人不停地乱动，还杀了我的助手，我没办法控制他，只能把他放进笼子里。现在我还要去喂他。这个狼人之前我们不是已经干掉了吗？这有东西，狼毒。这个东西就是马格南，对吧？我现在放不下了，稍微的整理一下。马格南，我们过来就是拿这把枪的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听到了怪物的声音。哦，又是个狼人，就是刚才文件里面记载的，对吧？这家伙跟村子里面那个是一样的吗？等一下，我来试试这个新的武器吧，马格南。来，哎呦，怎么隔我这么近？野兽结晶，这个马格南威力还是挺大的嘛。这边还有一口井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下面有什么吧。手枪弹药。闪光弹，
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回来了。刚才拿到了人鱼宝珠，现在的话可以在这边来玩一下玩具。好，这个珠子在风车这边，水车接住了，上左前，这个地方差点掉下去，右下左下右啊，没什么难度。翠绿骷髅结晶，这边的话基本上东西就探索完了，接下来可以往回走啊，又回到村里面来了。这边呢，爸爸，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写了字的吗？估计是海森伯格这个家伙写的。等一下，我记得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房间里面好像是有一个没打开的盒子的，在这里，当时没有撬锁工具。霰弹枪弹药，前面还有个指示牌，这边有山羊。什么时候出现黑山羊的？瘦肉，罗斯在等着你呢，在这个上面。这个墓碑还是打不开。现在我们是有了六翼胎儿的钥匙，这个门是可以打开了。 Good luck， 自求多福。不要挂这些东西啊，有怪物。这边夕阳西下了吗？前面有个怪，先把东西捡一下，打死这个。上面有一个，哎呦，直接把火把扔了跳下来，可以的吗，小伙子？还挺多的。全部打死。今天谁敢来，我的原则是一个活口都不留啊。这有东西，生锈的零件。怎么掉在上面了？怎么捡得到啊？这怎么捡呢？哦，还是能捡的。我在下面就把上面的东西给捡了。狙击步枪弹药。狙击步枪弹药。我刚才是把他的剑给打断了吗？这上面也掉了东西啊，捡不到啊。地雷，这边有引爆筒，我以为是把墙炸开，从这边上去。这里应该是什么古代遗迹之类的。900块，下面又来人了，干掉弓箭手。哇，这弓箭手还是个近战兵。这边这么多火药桶，可能会有怪啊。爆炸吧，这边还有东西。640块钱。怎么开这扇门？要打开这扇门。这个梯子可以上去。这边
820。这有开关，开一下吧。就守在这儿吧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先拉开关，先拉开关。好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好，收拾掉这些。还有怪物吗？哦，这还有东西。这边这扇门开了，前面这段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打怪。这又是什么城堡？先把东西捡一下。管状手雷，存个档。钱。这边是继续往上走，这有条路，这边的路楼梯坏掉了，那只能从这条路走了。是他们的巢穴吧？他们的巢穴下面有个油桶。哎，来怪了，爆炸。来嘛，后面也有啊。稍微的收拾一下。再把钱捡一下。哇，你们这些丧尸还会荡秋千呢。这边怪都被我清理完了。那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地下巢穴。940。手枪弹药，哇，来这么多，来个地雷吧。不行啊，就只炸了一个人。来，你们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啊，人人都有份。东西捡一下。哇，有一个飞檐走壁过来的，你怎么这么牛逼？爆裂弹，这边又是荡秋千。哎呀，我一过来，你这他也跟过来。哇，又一个飞檐走壁过来的。你们这些丧尸身手不错嘛。从上面走，狙击步枪弹药，这里又有，怎么这么多？我打哥哥啊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肌肉猛男来了。来，能不能有点秩序啊，文明一点嘛，要排队懂吗？这边的话我们送他一颗爆裂弹。没死吗？好吧，
可以走了。马格南火药，继续往下探索。金属零件，这有东西。钱，哇，什么声音啊？怎么这么狭窄？我从这个缝里面挤过来。哇，你们这个姿势好奇特呀，在干嘛呀？他爬上去都没看到我。好，过来了。国王终于下令了，撤退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必须放弃边界据点，留给那些异教徒。若我还有更多时间，定能力挽狂澜，改变战事。哎，我只是装腔作势，我仅是出于好奇而不愿意离开此地。这周围有几处遗迹，当地人传言那是古迹，祭祀地内的四大石像，洞窟壁上的壁画镌刻，称为圣台的石质台座。建造这些的人究竟从何处而来，又去了何处？这个疑问在我心中挥散不去，而我已无时间再去追寻真相。把这边也存个档吧。我们是不是来到了地心深处啊？什么呀？急救药品，不妙啊！手枪弹药，这个门打不开，这哪有怪物吗？哦，怪物在上面，这也是个狼人吗？打不动。哎，哥，我的天，这锤子，我之前好像见过这个人的，这不就是最开始在村庄里面见到的那个狼人吗？想起来了，拿个大锤子那个，差点把我给锤死。来，哇，这身手不错呀！来，怎么狙击枪打了这么多枪没啥反应？好，可以。小怪，你还敢过来？哎，哥，哎呦我的天，还好能接受，躲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这喂，怎么把我的擎天柱都给我搬起来了？侍郎英雄啊，还得了个成就呢。看来这个 boss 还 很强啊。铁锤结晶，真是什么鬼结晶都有。好，这个红色的门打开了。哇，这边好漂亮，大块晶石。这让我想起了生化危机4里面可以从墙壁上面打掉下来这种宝物啊。反正这一幕让我想起的东西挺多的，包括《黑暗之魂》里面那个白龙。啊，空间都不够了。这有一台电视机，玻璃瓶躯干。我好像获得了什么回忆。你还真不赖，伊森，干得漂亮。别躲着闹钟，我不会让你全身而退。别着急，只是还差一点儿就行了。我会帮你，所以作为回报。什么回报？你先来我这里，把瓶子全放进祭坛，剩下的你自然会知道。再见了，伊森。
把瓶子放回祭坛。祭坛难道在这个下面吗？吉列尔莫的金盘，哦，是非常值钱的东西。这里，小艇，这个不用钥匙吧？我现在该开到哪儿去呢？整个一个下水道啊，天，水都是绿色的，在这边靠岸吧。这边往上走，这还有一个房间吗？这是一条往下走的路。这有个盒子。N 次移植记录，测试者174米哈伊 M， 特征男，21岁银匠，患过肺炎病症，结果契合度劣， N 次未生长，身体变异，智能下降，狼人症状。这是我们最开始打的那个狼人吗？就是智商低下的那个狼人。测试者177伯纳戴特，女，21岁，结果死亡了。测试者181阿契纳，女，44岁，贵族后裔，来自外地，遗传性血液病，契合度佳，智能未下降，可随意操控身体变异，已接受认知控制处理，送往观察。贵族后裔，爬梯子上楼。哇，外面好明亮。这也是墓地，这些是贵族的墓地吧，感觉修的比较漂亮，但是没有碑文。哎，这边有鸡，墓地养鸡。走吧，这边的话用铁纹钥匙。哦，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已经来过了。好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个祭坛的话是在商人这边，先把东西稍微卖一下吧，再把武器升一下级。我记得之前在那个红烟囱的房子那边还有一个门我们没有进去的，就是这边啊，这个地方之前是需要一个曲柄。好，把这个门转开，鸡也杀一下。哟，这个门一关把这个鸡肉都推走了。这个梯子可以爬，这个地方之前我们确实没来过。这儿我来过，这个地方上不去了。哦，这里有个宝箱，鸽血石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拿这个鸽血石。可以和这个双槽项链组合，还可以找一个宝石往上面组合。看一下这个鸽血石能卖多少钱吧。哦，单槽项链8800，算了，根本就不值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把瓶子放到这里面。躯干，这是祭台吗？哎，我开始了回忆。那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小孩的回忆，罗斯的回忆。没有吗？这个就没有回忆。好，四个都放上去了，得到了圣台。什么？哎，这边的火突然点燃了，鬼火少年，顺着这个鬼火去看一下吧。我记得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祭祀台。发生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
我回来了。哦，我记得这是要放个东西，把这个圣台放上去。哇，这个圣台这么大一坨的吗？是医生这是怎么自己带在异次元菊花里面的？哇，升起来一座桥哎。不是升起来一座桥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我现在是在坐电梯，我要去地下了。到了，这边。别担心的孩子，伊森，没事的。哈，快他妈给我滚到桥这边来！不要说脏话嘛。哦，这座桥升起来了，这前面是一个工厂，这是海森伯格的工厂吗？伊森。Winters， 欢迎啊！他在哪儿监视我？丁多纳和莫若，你在美国应该经历过更早的事，对吧？老子中意你，我想跟你谈谈 Rose 和 Miranda。没有东西。不进来。天气真好啊！放心，不是陷阱。好，我来了。这是金属零件。工厂大门随时向我敞开。这边有东西吗？火药。这有一扇门可以打开。那刚才那扇门呢？这扇门就打不开。那就走这扇门吧。液体药品，我们来到工厂内部了。这个布，这些是，这是母神米兰达，还有米娅。真相伤人，对吗？你干什么？想跟我打架？你想像干掉那些人一样干掉我，再去救 Rose， 对吧？我是在救我孩子。看吧，你全搞错了！妈的，老子讲话，给老子闭嘴！这下面还有谁啊？坐下吧。听着，伊森，你被耍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是耍猴戏？特大号贱女人。特大号贱女人，丑人偶，还有那个弱智怪胎，还没明白？这是个测试，看你够不够格加入 Miranda 一家。我才不想加入 Miranda 一家。我也不想，可看看下场，老子就是下个，是吧？杀了老子换下一个，去他妈！我对你的私人问题没有一点兴趣，我只想救我的孩子。我也一样。你知道那小鬼有多强吗？连 Miranda 都怕他。最后一次二货，老子说到做到。这下面有什么呀？你和我一队，咱俩联手救出 Rose， 然后我们用它把 Miranda 碾成肉酱。我孩子不是武器。去你的！伊森有骨气啊！最后的机会，你不会想知道那洞里有什么的。去你的机会！去死吗？啊！我可以假装妥协啊！这伊森是不是智商有问题啊？这就是直男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是我的大香蕉吧你，没有用。哦，又要逃跑了。哎，关上了。这边。死路。死路那怎么？哦，这边可以走。他妈的！
啊，要跳垃圾桶了。哎呀，这掉到了垃圾场来。这么高摔下来，这伊森居然都没事吗？脑子有问题，身体还挺好使的。火药。生锈的零件。金属零件。下面生锈的零件，这边过不去了，还是得往上走。这边爬梯子，好，来来。哎，他们头上还戴了头盔的吗？1000多块钱，骷髅结晶，把这个东西拿一下。手枪弹药，这边可以打开。通风管道，哇，这边好多蜘蛛网。这可以往上走。哇，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是工厂吗？有种赛博朋克的感觉。这边有门。生锈零件。哦，这是玩具。液体药品。好，这个房间里面是没有东西了。商人在这边，不是，这商人怎么又跑到工厂里面来了？把之前拿的这些东西卖一下。请保重。不看多的了，先看一下这边。往里面探索。火药，怎么有怪物的声音？看起来容易坏。来，这些怪物头上戴了一个那种的 VR 眼镜啊，还不容易被爆头。可能是这个海森伯格做了一批 VR 眼镜，让他们沉迷于玩 VR 游戏啊，看自己的二次元老婆。这有一个开关，好像是电力不足，不然就可以从这边过去了。这可以下去。这工厂的占地面积很大嘛，海森伯格看来确实是贵族啊。他搞了这么大一个厂子，为了节省人力，就把这些丧尸弄过来当他们的这个人力，这种行为非常的不人道啊。丧尸也是有人权的，但确实呢，他也不用发工资，于是他就靠这些丧尸打工，给他挣到了很多钱，他就成了贵族。这是什么？可以嵌入某种物品。什么？这里怎么有一个 X 光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液体药品。这是什么？铸造机，没有铸模就不能使用。我们要去找铸模。这边有一个门，从另一边锁住了，那只能从这儿走了。又是一个 VR 眼镜狂，来了三个。他们戴了 VR 眼镜还能防爆头。这是。哦，要开锁器打开。黄金矿，10000块钱。
火药，电力不足，我们要去开电，这边可以打开。哦，这什么？做了个人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这个人他会站起来，手上是个钻头。哦，那他就是小钻风。这边是那个铁柱雕具，按理说我拿了这个他就应该会起来。果然跟我猜的没错啊，打他身上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。你好逊，机械心结晶。那现在有了这个模具，我们要回到刚才这个房间去。好，在这里铁雕铸模。骏马铁雕，雕了个骏马，那就是安装在这里的。好，哇，这一枪居然没死，这个 VR 眼镜帮了他大忙啊。这是什么？需要一把钥匙。好多的机械臂，这有东西，狙击步枪弹药。这个灯应该是可以打的。哎，挡住了。好，哇，有点远。哦，这可以先过来、啊、那我走近点再打不行吗？我在这边隔这么远在这里瞄什么？这些戴 VR 眼镜的怎么这么牛逼呢？还有一个，来，这上面还有。好，这有一个骷髅结晶，这还有一个，哇，狙击枪一枪都没打死，你在逗我？这 VR 头盔还真是帮了你们大忙啊。这个开关呢，在这儿。你挡着，好，这边从梯子往上走，生锈零件这边可以走，这儿有一扇门，另一边锁住了。哎，不是，按照生化系列的传统，这些看上去看得见的怪物等会儿都会活过来。哦，这扇门又回到之前的这个雕像的房间了。这些怪物不会活过来吧？这里有一面墙，这个是可以炸开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弹药，机械零件，是用来卖钱的。我就说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是关键道具，但是它不可能放在这么一个墙里面。这里备用发电机，少了一个齿轮，还要去找一个齿轮，把这个拿一下，2400。这里面有东西，火药。这个门关上了呀，先从这个上面看一下。
把这扇门开一下。工厂地图，齿轮铸模，那又要回到刚才的房间啊。这个锁可以打开，这里有一个管道，下面可以走。哦，这不是之前回来的那条路吗？齿轮铸模拿到了，现在要回刚才那个房间去。哎，我就说听到有点不太对劲，原来是活了过来。哎，哥，机械心，行吧，这个小钻风活了，活了几个呀？只活了一个。我们把这个齿轮拿来铸一下模，大型齿轮，这个有点用，好像有点用，放到这个机器上来。哦，他是把